陆军兵工学校坐落在中立山子顶，雄伟的校门里面有各种现代化的设备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做着火炮实习，轮型车辆发动机的检修也是同学们爱好的科目，履带车辆的实习更是一项身临其境的操作。这所学校另外还有焊工、钳工等专门技巧的训练，他正等待着有志于从军报国的青年朋友踊跃的投考。陆军通讯学校是在桃园基地中心，临近石门水库，环境优美，拥有一套完整体系的科学设备，像有线电的打字作业、载波系统教室、无线电电视机的修护、电码收发以及载波机的开设、天线的架设等等，都可以使同学们学到一技之长。在目前军事学校寒假招生的时刻，希望有志投笔从戎的青年不要失掉大好的机会。